马上第一步切入就造成了犯规。他这招有教啊，有教啊。三之一，当对手的手是放在你前面的时候，一做一个画圈的动作，吸引裁判的哨声了。哇，连三之一都。刘彦廷这个出手没进，也先拉向篮板，前面有个快攻机会，找第二拍，哇，陈信安。休赛季的训练，看起来安哥跟佑伟的默契也不错。另外一个主播已经玩到烦了，我现在也中怀疑另外一个主顶。这边有身材上面的优势，转进来，哇，这边是一个净算加罚，陈信安的首度得分。第一个得分是 N1 的，他就是慢慢推进来啊。其实虽然说是退休了，不过以他的身材打到画面上的黄一凡，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啊。哇，加法也，我们看到现在墙边的三位球员刚好是三个高雄钢铁人的。哇，台湾飞人陈信安来了一个三分弹。来回顾一下这个陈信安的三分球，刚刚也是用一个牛角战术哦，少辅去做下滑，那安哥 pop out， 而且这个他怎么样处理，第一时间要掉，再往外传，陈信安运球之后，这个三分球终于进了，我刚刚是不是说了，陈信安应该还没有下去休息哦，感觉刚刚是第三节先特别的让他做，对，保留一下，算做球给安哥啊，对。第四节看到学长队这边防守也是有去变换成区，紫薇如果来会有业配嫌疑啊。看来看去，那工程师状元难道要选陈信安吗？哇，投完之后直接往后看啊，三中第三颗三分球。